地。相亲这事不靠谱，相亲就是把两个在爱情道路上都不太顺利的人人为的安排在一起，看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而已。吃饭的时候不是不应该说话吗？你再这样下去我也受不了了。我跟你说，以前我可以不管，现在不行。你都多大了？32了，再不管就是你妈我不负责任。那时候给你弄那个正儿八经的相亲你不去，你非说自己碰你自己找，你碰什么呢？你到现在你碰一个靠谱的给我看看呢？没有啊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心里有数。不要在我上浪费时间，我没有让家长做主的好习惯。他是不想要孩子，还是他是想一辈子都不要孩子呢？还是就是就是不想要孩子？那现在有可以有这种想法，有的人就是丁克家不想家丁克，对呀、啊，他为什么呀？特别不理解年轻人这种想法，我都不仅仅是想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太不应该了。我就想中国的传统观念应不应该继承。现在年轻人压力真的蛮大的，他生个宝宝是一年生出来，这是不是很难的事儿？但是后来怎么养怎么教育，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还是特别有压力的，对吧？有工作压力，社会压力，而且你要你生孩子不能不教育吧，那谁来教育，怎么教育、对吧？上学问题，如果现在有很多外地打工，上学怎么上？房子住哪里？对不对？孩子以后要交的各种……行，先别回去，别玩这离根了。你以为我不明白啊？哎，你那事儿你还没说呢，那你说说，你说说那介绍人谁？爸，你有劲了、啊。